更后期的森林就起来了。然后夜晚期要能够生存的种苗要越能够耐阴，你们知道意思吧？夜成熟圆满的森林要生存，越是发达越是完满越是后期越高文明的地方要生存，人要越阴沉。就讲这是胡说八道啊！那只是告诉你啊，我只是用这个当比喻，因为你要开始你知道在原始热带雨林的森林下面了，那个因为光线几乎都被遮光了，一大堆种子 发芽成为小苗，在那边没有办法生长，因为都没有光。突然之间有一棵树倒下来了，那边有一大片光落出来了，那个小苗噼噼啪啪的，我也长得好快，抢输的就淘汰掉，抢赢的就淘汰掉。所以夜晚期的物种也不一样，可是第一期的森林的时候，这个三花芒，我告诉你，任何地方台湾厉害吧，你不去理它，我跟你保证，五年森林就出来，原始森林就完。十年第二期森林已经渐渐进来了，40年差不多，你不用去种什么树的，就长。那你说，那为什么我在讲这个，让它 let it go, let it be？ 为什么那些人反对我？他们要拿造林的钱呐、啊，他们要什么？那我说可以了，如果你一定要造林，可以划归全台湾林地里面。现在台湾至少超过40万已经人工林的地方，你是选择可以永续永引领的地方。可是现在他们不是，他们一直要拦止。台湾有史以来，全世界也差不多了，真的在引领的都是砍原始森林，无影有什么勇气引领的地方。这个地球是安尼啦，天天啊开啦，哈，天天开开到什么时阵？看看整个现在已经开始反扑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讲完。所以自森林刚形成的时候，天上如果下雨下来，还是直接可以冲刷到地面。到第二期森林的时候，已经比较没有办法打击。到第三期以后，到原始森林啊，根本密密麻麻，你雨水没有办法直接打击到。然后形成上面有分化，下面分化，空间储存很多，水源涵养能力完成，物种的奇异度最高，整个生态体系的弹性幅度最大。最能够耐住环境冲击，那如果破坏之后，它也会循着所谓的自生原地。现在一旦在破坏地，怎么恢复？我们怎么做生态绿化？我的主张就是说，按照每一个地方的整个形成周期，这样也许要40年，那我可不可能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后面的菲律宾人，把它提前引导到？到位，在我来讲是一个亏心骂。可是呢，我认为低海拔根本啊，山坡地土地应该先区分。你是要把它当做经济林地，人要利用的地方呢，还是要当做保育林地？那如果你是要当保育，真的站在国土保安、水土保持最好的话。那么天然林就是终极目标，那要天然林，你怎么也搞，让土地公比人会种树。在运动的时候就讲出这个口号嘛，土地公比人会种树。哦，因为林要就不老远的丢了啊。那事实上呢，人家自然可以长出来，为什么？我说没你也搞，让归你要来，土地公尽告有告税啊。啊，这个事实呢，任何一个人只要在野外有经验，都知道是这样。只有那些专家不知道。那这些过程呢，它就是一个演绎的过程。山顶有山顶的演绎过程，溪谷有溪谷的演绎过程，各式各样。如果你一定要种树可以，那我会问你一个问题：300年前你要种树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要当保育的，要当水土保持的。请问300年前原始森林它是什么树种？你如果种那个，我就同意。他说没有人知道，鬼啊！我来研究我就知道，会告诉你几百年前是什么东西。
这个，那任何地区都有这个演进，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至少大概知道整个倾向清晰。那你会说，你说你不去，我们不用种，那它怎么可能有种源，有可能会突然长出来呢？我证明给你看，这是我大学四年做的一个试验。干嘛？我也没办法，我怎么做研究？我心里就在想，上刚才不是跟你说我在南仁山的原始森林下面哦？哎，我一丛树啊，叫遐人偷走去有无？啊，下底整个长出来，通通不一样的东西嘛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个树砍掉的时候，那个种源从哪里来啊？那么土壤里面应该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种苗的种子。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任何地方的土壤里面含有的种子基因库有多少？那我怎么做呢？我就去琉球松林下、甘蔗田、水稻田、原始森林、相思林，各式各样的红鸡看到了，我就怎么样挖两包土，干嘛？拿来发芽，对吧？检测看看红鸡几样里面泥土可以产生多少种苗，然后我把它分成两包，一包在阳光下，也就是阴棚，哎，那个温室，模仿什么？模仿森林被砍掉以后，阳光一照射，哎，什么东西长出来？另外一包把它放在阴棚，模仿在森林下面。我就做了呀，啊，在开啊，家己定啊，自己定啊，啊，看起来比较难看啦，主席较歹尔，无差啊。哦，阿咧阿投了分了，分二十几包，然后砍咧，不要让别的种子侵进来。让它发芽，就是这样让它发芽。然后分两组对照组，你看，在阳光底下长出来都是点点斑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反正都是啊水头木等等，最多生长出来是杂草。OK， 在阳光下，它整个的温室产生出来的植物的株式是西格玛基线，西格玛基线在阴棚下是稳定发芽，好有趣哦。森林下面要发芽是呈稳定等比例，慢慢长，慢慢长，慢慢长，而且长出来的种类都是耐阴性树种。那在阳光下一长出来都是杂草，我们常见的雷公根啊，啊那个什么，这个随便啦，啊 ，whatever， 你任何那个也要看，牛筋草啦，啊，或大灰杨啦，什么啦，或者是大白花鬼针啊，通通是长那些东西啊，所以它是很典型啊，这个嘛，极限，环境一旦变动，都是长一些杂草出来，二十个样区，啊，十五包的曲线，我把它画出来，基本的模式就是这个嘛，曲线。这是原来的社会五节盲抄下挖下来的土壤，因为我起样的时候已经有算，就是说我挖多深起出来的多少重量啊，然后我再由这些试验品去让它发芽40天所产生的种苗数量算回来，原来一平方公尺啦应该有几个种苗，我得到的答案是在五节芒下面一平方公尺储存的种子数量，可以发芽的数量是19000粒。在松林下面的一平方公尺是18000粒，啊，当然这不一定，这两个就是松林，一个13800，啊，它有一个 range 啊。黑藻龙下面原始森林12000，等等这一个这个等等，啊，平均一平方公尺40天内。可以产生的种苗就将近10000粒，谁告诉你没有种苗？阿来知无？这边10000粒吧，免你计较啦，无经济。然后呢，
你来来看，发出来，黑牡丹、雷公跟黄花杂交草、艾草、蓬莱等牛奶龙等等鸡眼草、凉猴茶、台红草、一臭木、香附子，全部通通是所谓的杂草阳性的植物，这在阳光下。如果在阴棚呢，就不是，这些就不见，很有趣哦。因此呢，我是说，你们在讲，一定要造林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任何地区不要理它，给你保证低海拔不出五年，原始森林就来了。你不能去偷偷把它长出来的都砍掉，他们都这样啊，我们再来看，不到五年啊，三华马就形成森林了，这就是三华马。我告诉你，它就是有美德的树，一开花的话。我还研究，我在大学几年级四年级就做一个这个调查，干嘛？这些尖峰树种有什么特色？这个在生态学上有一个叫 architecture， 环境越不好，越是艰困的第一代，花更多的能量用来生小孩。环境改善以后，我们现在台湾的物资丰盛啦，一切走向文明啦，越来越少人要生那么多小孩。换句话，就采取精兵主义，生一个好好的照顾。以前生十几个最大策略，像鱼的策略，鱼啊，你看一胎产出来的蛋好几亿粒，为什么？吸美料，吸美料，吸美料，对吧？他的策略就是这样，这叫 R selection， 就是生殖策略。另外 K selection 精兵主义，那这些早期的树种呢，像我这一棵三花马就把它砍下来做调查算给你看。这一棵树呢，在上部总共枝条的长度量出来，我一节一节量哦，给人家量360公尺，总共有12800多片叶子。那这个重部，然后这个重量是多少，果实是几颗啊，总共多少重，这是多少颗，多少颗，我算出来一棵树一年三花马可以生产50万粒种子，然后果实所占的整棵树枝眼的重量是多少，就是代表它的，反正这些这个比例算下来啊，很有趣。这个不算什么，一个日本人算一颗红块才吓死人，算出总共有200多万粒的种子，这算到真正生活。我那个时候找几个学生帮我算，然后是助教嘛，我要找几个来，那个人的算1/5的种子都找到不看的，不愿砍，没问题。后来逼得不得已，我就用这1/5的用称重、用比例的方式去换算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是这样算出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上半部的叶子比较少，产生的能量就比较大。一片叶可以养种子13.5颗，因为它光线比较强。比如说下半部的下部的，你看一片叶子只能养11.6颗，这个资源分得很清楚哦。好了，反正这些只是一个好玩的数据，重点在于除了这个 architecture 以外，要讲什么？当这个 architecture 啊，重点就是环境越恶劣，比如说校园有蒲公英，你给它做实验。一个月除草一次，这一片3个月除草一次，这一片半年除草一次，这一片一年除草一次，你会发现啊，一个月就除草一次的蒲公英，刚刚长出来没有多大，这么小就已经在开花结实，而且你把花果实种子的质量啊称重，占全身的比例是最高。都不除草的那个就采取 K 的这类生殖的比例就最小，所以一除除啊，那水如井电。当然不是要用这样去解释人类的，不过只是也恰好都差不多啊。那么全台湾要做生态绿化，先规划好，真的要跟事关国土保安、水土保持、生态保育，也就是你们现在讲的一切的跟保育有关的土地上，第一优先选择 ，Let it be, let it go， 只要你不去干扰它，把它当作国家公园一样的生态保护区看待，
但是我们的人到现在这个观念几乎是哦，哎，定为零的，因为他一定要做事，他一定要做什么，他一定他越做越惨，他不知道如何去减法。啊，你们看看，你们当老师的没有一个可以容忍那个树叶掉起来掉下来不用手。那奇怪了，那先天的整个地球的状态，树叶掉下来，你谁要扫？不用扫，它就自然分解、自然循环，就是整个浪。但是你在水泥地上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现在水灾会越来越严重？台湾越来越整个是水泥化，所有地面都盖住了。原来那个水下来可以走的地方拢无啊，那存了几条沟嘛。哎，几条沟呢？各位再加上一点垃圾，那每一年淹水啦，这个算什么？不淹水那才奇怪了。所以你要做所谓的生态绿化，第一个，先区分土地的最高的差别，是要真的当保育的，还是要当经济？两者不要弄混。那经济林地好，你可以去做所谓的森林经营，那跨立业那个状态。那我们要。